为各位介绍的这项商品是 COSO 的 BWS-LED 的尾灯的部分。那我们看一下它外面的造型，它是直接对应原厂的外壳，直接可以锁上去，里面的脚锁的脚点全部都对应原厂。那同学们如果喜欢自己 DIY 的这组更换的话，非常简单，你可以自己 DIY 全部后面的插头全部对应原厂。我们看一下，那麦可商务机车精品都会有，基本上都会有现货。那我们的基本的颜色都是熏黑，然后我们都是标准色哈，我们还是希望在这个安全的范围之内，不要让这个警察先生来找我们麻烦，所以我们刹车灯一律就是红色，然后我们的方向灯部分一律都是黄色。好，现在我们开一下小灯。好，开一下小灯的部分。我们看到这个小灯部分是红色的，然后按刹车。哦，按刹车的效果也非常明显。我们稍微拉远一点点看。好，按刹车效果也是很明显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下方向灯的部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方向灯的部分。好，我们开左边的方向灯。那它在中间的内部部分会有黄色的方向灯。那右边的话也是左右。那基本上我们刚刚已经说过，本店所销售的颜色呢，都是标准的刹车灯红、方向灯黄。那如果同学们如果想要订一些其他的颜色呢，那我们也可以帮您先预定，当然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欢迎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呢，可以来麦可商务机车精品订购。好，谢谢各位。